Hi, good evening. Lovely day today. 我没有看到你们，哦，听到了，看到了。好，看到爱人了。Hi，好的，Hi, 谢谢。啊，good evening, everyone. 好嘛，那 everyone 回答一下。我 Good 先回答 evening. 了。Yeah. Fine, thank you. How about you? Good evening, happy day today. 哦，太热烈了，真好，每人一句哈。但是仅仅又回问了，下去没回答，咱不管了哈。他不回就不回了。好，那么接下来 Good. 啊。好，接下来因为小菊是一人难敌四手，是吧？所以回答不过来了，算了吧，就这样吧。啊，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前面这句话，就是邮箱 email 怎么读，大家还记得不？还有印象不？邮箱怎 Email. 么读啊？啊？Email, email. 哎，email 怎么读？后面这些还记得不？这个一个 A 一个圈圈怎么读啊？8gmail.com. Yeah，记得很清楚哦，gmail.com，是 8gmail.com. 的。嗯，很棒还有哈、哦。一个。Yeah，这个叫 at，好，都记得很棒哦。我们再听一下。Email LCHEHOV222@gmail.com. Email LCHEHOV222@gmail.com. Email LCHEHOV222@gmail.com. 好，咱们又听了一遍哈，他问的 email，他就往上扬了。这个昨天咱说了，你把你的邮箱拿来给大家读一下，不知道谁做了准备工作，你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你的邮箱，你发出来呀，给大家看看，然后你再读，大家一看你读的对还是不对。好，文书准备了呀，我就按打出来的开始叫了哈。好，文书，请你读一下你的邮箱。书好，你好。好，来读一下：D U W E N H U A at B U D D 哎。H 文书，啊它，D D 后可以面用是那什么，是 good 吧？啊，那样读啊。啊，不 practice，practice 是读字母多费吗？劲啊！我直接读字母了，那就是先读一可以下可那以，个，那你读字母吗？读字母别人也听得清楚，读吧。我把视线，字母也读一下，那个什么也也可以，读一下，可以的。就是杜文华，at他那个 Buddhist 也是吧，他没有读 ideas。名字，他就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读的。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来继续继续。Buddhist practice, ANC 道，ORG 道，OU 哎，这个里面有两个点，就是要读两个 dot，是吧？两个 dot，然后 AU 是指澳大利亚。好，我们文书读得很好，AU 澳大谢利谢亚老嘛。师，谢谢好，老师，我前还不面知是道啥读意那个，思。现在知道了哈。前面你的名字杜文华，然后 at，就是佛陀行协会，然后点，那就是 dot，然后呢就是 AU 是澳大利亚。好，下面请真悟，你读一下你的邮箱。
Yes, my email 제 모바일 @gmail.com. 这也太流利了吧。我拼一下啊。你要拼一下，你不拼的话，一般人第一次听到的不知道你在说。是 OK。CONCONBALANLAMAT@gmail.com。非常棒，完全正确，小菊。Very much。老师，我要错了，请您帮助我哈，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读字母就行了，然后就是点和这个 at 两个，对的。我看一下我的邮箱。好 ，L U O X A X I A O G U at Buddha's Practice Inc. dot org dot au。好，你如果别人不知道我们协会名字的时候，你还是要一个一个拼的哈，有 B E D H。好的，那我们熟悉的人就不需要再看了，因为后缀是一样的。下一位是简简，你打久了没有？没有哦，看到了，简简，你的九后面是邮箱是吧？是，我后面是。来，我看你怎么读你的邮箱，来试试。2745050462@qq.com。Yeah， 太厉害了，非常美哈、哦。好，就是这样，好，就行。GIFFORD 828@gmail.com。非常溜哈，相当准。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作业大家都完成的非常非常棒。那大家也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邮箱，他们都能够这样拼出来，也记住了这个小 A 读什么，点读什么，以后介绍就会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学哈，再听。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哎，你准备好哈，这个听力问题，你看看能听出几个词来哈，再听一遍。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听到几个词呀？哦，听到了2881995。哦，这两位大神呢？好，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不是这样子的哈？耶，恭喜你！28号，8月1985，你们怎么是1995嘞？艾琳和锦锦有一点点错误哈，好，再听一下，看着字听一下。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你看那个 nineteen 是吧？19哈 ，nineteen teen， 它结尾是 n， 然后 eight 这个八结开头是 e，n 和 e 两个加起来哈，它要合读 nineteen eight，
不是 eight 了哈 ，1980，1980，ninety 连了，连读了，所以咱们就听错了。还要再听不？好，再听一下哈 ，1980，1985 是这样子。好。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这次听出来了吗 ？1985，1985，这样子哈。那你听到几个连读的部分？来，我们画一下。这两句话你听到了几个连读的地方呢？咱们找一找，看着就好听，看着就好听。这句话好像有点儿哦，看出来的好听吗？好玩哦。好，哎，对了 ，angel， 还有哪一个连读了？哎 ，date of birth， 不要说 date of。Date of birth 是 date of， 这里直接就把这两个连成一个了哈 ，angel， 这个也是两个词读成一个 ，angel date of birth， 然后还有连读的没？对了，这个 serve， 然后这个 1985。28 我们找到了几个连读部分，再练一下哈 ，angel， data， 这是 serve， 28 这是 1980，1985。练成了吗？你自己在下面练哈，还要听不？出生日期是什么？还有他就答了，28号8月1985年。但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它有很多部分是连读的。告诉我一下还要听不？不要听的话，我们就来练这两句话了哈。要听一下，好，那再听一下。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听懂了呀？你可以先慢速的连读啊，你看 ，and your date of birth. 然后他说了 28th of August 1985，这就是连读啊，但是很慢。然后你再练快的，好，紧紧。是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August 啊。你的 August 都给变掉了，他这个音调好像是这样子，他那个腔调特别很有趣，哎，是我没有他那么流畅。对，你这个拐弯拐多了，再试一下。哎 ，1985哈，好，你这个 August 是 August， yes。28th of August 1985 Yeah， 味道十足，太好了，当场消化。好，下面请觉醒。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我觉醒连读这块还没有连上哈，1985 native 好，
再试试哈，你再练一下。这句话连起来有点难度。好，下面请真物。我忘了，我忘了28，28。好好好。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Yes. And your date of birth?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28th of August 1985. 28th. Thank you. 1985. Yeah, 有点像了哈。Thank you. 1985. Yeah, 再练。好，还有一点点，你就把这句话多练练哈。这句不太准。下面艾琳。And your date of birth?28th of August 1985. 哟，很流利啊，非常棒。小菊，我看一下能不能过，我试一下吧。And your date of birth,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0th of August.1985. 呀、yeah, 是的，前面是 n、oh. 后面是 e 哦、oh, 不一样的哈。好，过关了。谢谢老师。终于过关了，这两个一个是19，一个是80，80是挺哈。好，下面是文书。好，师傅，我也来试一下。好。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啊，好，算是过关了哈，就是有点生，有点慢，还有一点点生哈。这一句就是在这一句上咱们给卡住了，后面你们我不是发录音给你们了吗？听一听练一练哈。下面人家那样读的话，咱们练成了就顺了，没走了是吧？哦，还有子莲，老师好，我来试一下。好的。And your date of birth, and your date of birth, and your date of birth, 28th of August 1985. 非常顺哈 ，1985 就好了。好。这句话难倒了我们大家，下面你们自己练哈，你知道哪里练不成你就练，反正就是划线的这几部分。好，接下来再看下一句。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哦，来自哪里？您来自哪里？就听到一个名字啊，听到了俄罗斯，嗯 ，Russia， Ludmila， 哎，是的，有这些词哟。好，我们看看我们听对了没哈 ？And， 他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嗯，你来自哪里 ，Ludmila？ 好。I come from Russia. 哎，这句话简单哈，我就来自俄罗斯。还要听不？好，我们看着文字再听一遍吧。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I come from Russia. 嗯，他是 and 他还停了一下哈 ，Where do you come from？ 然后再说名字，所以这句话没什么难的。有没有酒啊？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句子。俄罗斯的酒，好吧，仅仅什么是俄罗斯的酒啊 ？Russia. I'm so sorry. 是 Russia.对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Yeah, 是的，所以这句话难不到我们的哈，艾琳。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Yeah, 是的。下面是真武。Yes, okay.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嗯，非常好。下面觉醒。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非常棒。哎，读这一句比上一句我们都很溜啊，简直就不一样的。文书。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Yeah, 太棒了。那大家就知道了，你呀，以后要把这一句多练啊，大家都要多练这句话，您把它多练几遍就好了。小菊 ，Russia， 好。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嗯 ，Russia， 是的，俄罗斯读的都很好听哈。好的，嗯，这句话相当容易过关了。在哦，青灯，上面那句话你不读，你读下面这个是吧？不会读上面那个。好吧，你练好。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udmila? I come from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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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对，咱选择性的读好，但是你后面自己练哦，要不然人家问你出生日期，你不会呀，对吧？好，再听一句。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先练练听力哈。好多，你听了几个词算几个词？哦，哦，破烂，你赶紧打字打的。好吧，哎，但其他同学听到几个词呀？
哦，听到一句话哈，俄语是第一语言，你说什么语言？是的，哎，对了，大概我们也能听懂别人说什么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听力进步了。那我们大概听到了，就会说，嗯，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是吧？耶、yeah, ，我们看一下 ，what 什么语言哈？什么语言？他自己说了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然后他说了 Russian 哈，你看 Russia 是 a， 下面 Russian 后面多了个 n 啊，这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多了个 n 呢就是俄语。哦，对了 ，Russian 他就要加个 n， Russian is my first 就是第一位的 language 就是第一位的语言。那然后他又说，但是呢，我也能说 Polish， 就是波兰语。所以这里问的是 languages， 是什么样的语言？就是你可能会说一种，也可能会说两种、三种，对吧？所以他加了个 s， what languages？ 下面的话他就哎，正好人家就是会两种。那再听一遍哈，看着。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停了一下，就是强调哈 ，Russian 就是我的语言哈 ，Russian。That's my first language， 也就是让人家听清楚哈，强调一下 Russian。好，还要听不？这句话也不是太难哈。请请。是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哇，你这个模仿的很像啊 ！Russian is my， 太美了，艾琳。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对了 ，but I 连起来了，嗯，非常棒，真我。Yes, okay.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my first language.But I also speak Polish. Yeah, 是的。好，时间到了呀，那还有一位呢哈，等一下，觉醒。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Russian is first language, but I also speak Polish. Yeah, 非常棒，就是这样读的，味道十足。那么我们还剩下一句话，下一次再学哈。然后呢，我们就把它们连起来了。恭喜各位又学到了几个，你们自己要背哦。以后我们真的过去，人家问你你说什么语言，你下面都要回答的哦。哎，你要是说你不会，那你自己没背哦，不是我没学，我没教。好，就到这里。嗯。